18日，江疏影穿病号条纹衬衫回京现身机场，梳丸子头，炒范儿十足，多衣领后头小被抓拍。江疏影见镜头拿手机反拍记者。江疏影穿条纹衫，嘟嘴卖萌凹造型，超级萌。日前，江疏影现身机场，江疏影一身黑金配，大胆又 chic， 一双小金鞋将江疏影的皮肤衬托得相当白皙。只见江疏影一身外套、T 恤、紧身裤、包包都以沉稳的黑色为基调，墨镜、尖头平底鞋以及 T 恤上的字母，则是相互呼应的跳跃的金，比单纯的黑白配要出彩得多。见到有人抓拍，立刻羞涩地用手机遮住脸，太可爱了。难怪千年的单身胡歌书记会喜欢他，自拍凹造型也是十足少女模样。